回来带你掌握国际的最新消息。荷兰画家维梅尔的名画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周四遭到袭击。荷兰媒体报道，气候环保团体示威者闯入收藏名画的美术馆之后，将整个人贴在了画上，接着另一名示威者就拿出不明的橘色液体淋上去，甚至刻意朝民众大喊询问，看到美丽的东西被毁有什么感觉。那事实上，袭击名画的英国团体先前才朝荷兰画家梵谷名画向日葵泼番茄汤，那这一连串的模仿效应再度掀起热议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